10月2日晚，2015理想音乐节在北京举行，王菲女儿窦靖童登台演出，这是她在内地的首次公演。她当晚身着绿色工装外套，酷劲十足，举手投足之间的洒脱率性和嗓音都酷似天后王菲。据悉，当晚李亚鹏也带女儿李嫣一起在台下观看，为窦靖童助阵。当天，童童一口气演唱了6首歌曲，虽是内地首秀，但台风相当热烈。演唱之余，他还跟台下观众们透露了一个小秘密。当天活动现场，搜狐娱乐还获悉，原本王菲会亲临现场为女儿首秀打气，但不知何故临时取消了行程。相信有李亚鹏的贴心呵护，王菲是相当放心的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10月2日晚，2015理想音乐节在北京举行，王菲女儿窦靖童登台演出，这是她在内地的首次公演。她当晚身着绿色工装外套，酷劲十足。举手投足之间的洒脱率性和嗓音都酷似天后王菲。
据悉，当晚李亚鹏也带女儿李嫣一起在台下观看，为窦靖童助阵。当天童童一口气演唱了6首歌曲，虽是内地首秀，但台风相当热烈。演唱之余，他还跟台下观众们透露了一个小秘密。当天活动现场，搜狐娱乐还获悉，原本王菲会亲临现场为女儿首秀打气，但不知何故临时取消了行程。相信有李亚鹏的贴心呵护，王菲是相当放心的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